明星那些让人暖心的举动，刘昊然在电影发布会上被一群外卖小哥要求合影，保安想要劝阻时，刘昊然立马跑到外卖小哥面前。倪妮和田雨接受采访时，由于天气寒冷，倪妮被冻得打颤，田雨的举动太暖心了。我给你穿上点。哦哦，哇，好贴心。对，披一下，披一下，让我休息，感恩。哇，迪丽热巴在回去的路上，一位残疾小哥不小心摔倒，热巴下意识的动作。小鬼参加综艺时，自己连买个冰淇淋都要考虑很久，看见路边的老奶奶直接救。我觉得给他手有 Thank you。 我们只剩下50。后面精心的为老奶奶准备一束花。 Hello。赠人玫瑰，手有余香吗？这样的互动真的暖到心坎啦。